这后边都是我老丈人的土地，看到没有？对，准备给他老丈人盖房子啊。哎呀，坐八个小时呀、啊嗯！我都不害怕，你害怕啥？吐了几次了，还有八个小时坚持住啊！我已经作废了，作废了！我天哪，坐十个小时，来，先垫垫，先垫垫。啊，到了，到了！哎呀，终于到了啊！是蛇，蛇肉吗？小阮家还不错啊，既然来了这么晚了，十二点了，给他爸爸打个招呼，先休息，明天去买东西，好吧？嗯。Hello， 新早。哎，新早。由于晚上没有酒店，500块都住不来酒店，然后在小阮的弟弟的床上，我们三个人挤一挤。借了两辆摩托车，咱现在去看看，去买点东西，行吧？行，走吧，走吧。好、哦，你看看能不能到卖衣服的地方，卖衣服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买衣服，小舅子别忘了，小舅子也要，小舅子给他整一套精神小伙子，可以。他不穿这种衣服，那这爸爸是穿这种衣服，小舅子一会儿咱去看买小舅子了、嗯，是不是太年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爸爸年纪和你爸爸年纪也差不多，你看没？我感觉太年轻了。我帮小曹操老丈人买个帽子。小曹、嗯，你的钱掉了，你的钱掉了。嗯，谢谢老板。啊、嗯，他买菜，咱俩买水果吧。对、啊。你放在车上买。20多万。20多万。你买这么点菜够吃吗？就吃一个了。所以说嘛，我得跟着来，他不会办事儿。到家了，到家了，我可以放这儿。你看你奶奶吃什么，让小曹送，去给奶奶送过去。奶奶笑，奶奶怎么说？哎，把鸡了没？把鸡心呢？这个蛋都吃吧，你把俺。我比较有，好，放那儿你吃啊，你吃。老丈人的绿帽子拿过来，去吧。哎，爸爸怎么叫？哎，小阮。叔叔怎么叫？摩哎，爸爸，摩哎，爸爸是啊，叫你爸爸，爸爸就可以。摩哎，好，那意思，我来的。嗯，你摩哎好像不开心，你去不是聊聊天，你去聊聊天，不是他这不舒服，知道吗？嗯，他所以很少的说话，之前小冉跟我说过，有点不舒服，发音就啊。那你丈母娘啥时候回来？我哪知道？小阮，他丈母娘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晚上再回来啊。要去工作，晚上回来。晚上回来啊？好吧。像他家像迷宫一样是吗？杀鸡。不杀鸡了吧？谢谢妈。放。别叫了。吃吧，你不吃鸡啊？不吃，别杀鸡了，就吃点菜就行了。嗯、怎么可能可以动？那杀它吧。杀它呀、嗯！这到底是我脚上的味儿，还是这个鱼肚的味儿？鱼肉啊，不是我脚上的味儿。你妈妈做的萝卜干是吧？从中国带过来啊。对。嗯。我觉得还是萝卜好吃，真的。别光看，吃菜。吃完啊！哎呀，大勇到哪里都是最勤快的，不像我拿个手机拍，只会拍。
是吧？我没说，不像某些人就会拿个手机在这儿。但是小杨说的你，就只会拿个手机在这拍拍拍拍拍。我看你衣服脏了，给我洗。你穿什么的衣服的？哎呀，那然后下午拍可以干吗？哦，那麻烦你了，我没带衣服，主要是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别偷看啊。好。你老丈人回来了，你去问一问，你说叔叔，好点没有啊？听说又疼啊，让小软翻译翻译。去。你今天问爸爸吃饭了吗？我走了。他也不理我。我太难了。我给你打个样。小软，帮我翻译。这个是你弟弟吗？对，是我弟弟。哦，很帅，害羞了。你看小乔的小舅子上来可掉了一个这么大的啊。他怀孕。怀孕。你看他的肚子很大。肚子很大。啊！哈哈哈哈！别踩着稿了啊。不要，谢谢，不要了。你妈妈不是快下班了吗？还有你这个是叫叔叔的是吧？我叫我表哥。表哥，叫他们一起，咱去街上饭店吃饭。我们来了嘛，请他们吃个饭，略表心意 啊。对，给他们说不让他们做饭了，我们一起去饭店吃。可以在家吃饭，不用去饭店。走吧，去饭店吧，在家麻烦，这么多人，你给他说一下。正好你弟弟也回来了，对，咱一块去饭店啊，给他们说一下，安排好啊。好。第一次来家，咱最后礼物呢也没有选，是吧？没选。那你那红包装身上了吧？装里，在这儿。啊，我这里准备了500万，没有钱了，就是这么个多少？500万，然后到时候给他妈妈。是吧？1234567890，10张啊！对，500万，你到时候给他妈妈。10张是5000万，哦，5000万，5000万，10张。哦，你就是给他妈妈，到时候反正说好听点，啊，就说我没有来拿礼物，希望我拿个小小的红包，那个我叔叔也身体不便不舒服，花钱的地方多，是吧？啊，你是看着随便说，让小婉翻译行吧？行，他妈妈快回来了啊！行。就是说妈妈还没回来，然后你叫着弟弟，然后咱们一块去吃个饭。我们正好把行李放在酒店，因为你弟弟回来了也不方便住，好不好？好，行吗？行。那行，大勇，咱把行李收拾一下，拿到酒店。好。
问问你老丈人，你说说他可能不去，但是你要问，不能咱去吃饭了不喊人家。我喊小你喊小软翻一下。我帅还是你帅？你看不用问了，我帅是不是？我帅。那么白，你看你那么。我帅。不是。再见。你给你弟说，如果你和小曹你俩结婚了，我把我这个飞机送给他，你告诉他。他懂了。哦，听懂了。这50万的房间还是可以的啊，50万的房间还是可以。我妈骂我，骂我为什么让你们在外面睡觉，不在家睡觉，很浪费，在家也可以。哦，你给妈妈说，你说弟弟回来了不方便啊，没事啊。但是你妈说，给你们在我家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给阿姨说没事啊，不方便啊。你说我们因为要在酒店里面住，还要报备的，本来要去报备。对，还在报备，麻烦。我们在酒店住了啊。妈妈也回来了，那咱们现在就是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咱们回家看看到底怎么说，行吗？行。进去吧。啊，弟弟，走走啊。你说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，第一次见面啊，就是没有过来来的着急，镇上没有东西卖的，给一个红包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规矩。第一次见妈妈，你给妈妈说一定得收下，好不好？不能，等你小曹，你来去别当利息，空空自己的手。没事，这是你说中国人的习惯习俗，坐下吧。因为本来说是给妈妈买礼物的，然后没有买，不知道妈妈喜欢什么。那你来，你问问妈妈，你觉得你男朋友妈妈就是感觉怎么样？啊，问问。没感觉怎么？你怎么样？我多疼。他说他不知道。不知道呀，小曹结婚，妈妈愿意不愿意？同意不同意？都是我妈了，我妈说现在我爸现在病，他还不行我结婚，他还不知道你们对我怎么样。然后他说他不要礼物，不要彩礼，不要彩礼。只要对我好了，但是他还不知道你们对我还不知道是否对你好不好是吧？哦，帮我和妈妈翻译一下。你说你爸爸现在身体不好，可能后续啊这个看什么。
在上学，也没有时间。然后另一方面呢，估计妈妈的意思就是说，考察考察我，看我到底好不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人家女儿好不好？毕竟女儿要嫁那么远，是吧？心里有个底。Hello， 你好，新早，新早。你好，我奶奶提醒我，幸福好了，不用什么都不用。邻居都知道你领了个中国女婿回来，全都过来看你了。行吧，大概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。然后呢，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去酒店，你给你妈妈说一下啊，我们就不打扰休息了，因为爸爸身体也不好。爸爸已经休息了。爸爸已经休息了，所以说我们一直也没有叫他过来。反正你妈当家嘛，啊，反正是你给妈妈说一下，我们就走了。这一次来了仓促，没有准备礼物啊，说声抱歉。你出来，然后让你给妈妈再说几句话啊，说吧，啊啊。他爸爸后期是吧，晚期是吧，也可能就半年的事儿了，所以说这不可能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人家给领走了，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按半年说，是半年内你好好的表现，到时候该尽的责任尽到，让妈妈看到这个小伙为他家操办了很多事情，后续的一些事情你懂的啊，到那个时候的话，估计事情都处理完了，就在说你们两个的事儿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你觉得呢？因为我也觉得是啥吧，就是第一次见父母，不可能说第一次就结婚，确实人家也不了解你的为人，对不对？女儿是这么远几千公里嫁到国外，那作为妈妈，心里自己的女儿离开肯定很不舍得。考察考察是对的，谁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办喜事啊？你想想，所以这段时间你好好的表现，靠你自己了，行不行？然后，哎，就明天你小舅子不是要去学校了吗？现在家里这个情况也是非常难的啊，就是咱能力有限是吧？你一会儿你给你小舅子，你说你明天上就是上学是吧？就是吃饭伙食费行吗？你懂的啊，去吧去吧，去翻译一下，让你们去屋里面，小曹要和你小子有话说，去屋里面啊。哎、不，你给是你给的，你给是拿着。明天去学校，当个零花钱，当个零花钱吃个饭。不要，你给他说，他听不懂。啊，走吧，拿着去。不要，我给他了，你给是你给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人家不一样，人家小舅子呢。明天去放牛肉，那行，咱们去也去酒店休息吧，行吗？明天去老挝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美女给你找一个啊。你说去老挝，你看跑得比谁都快。我明天当晚了，回去要去洗衣服，两天没洗澡，上都臭了。走吧啊！哎，咱给妈妈打个招呼，咱就去休息，行吗？行，走吧。我妈说在所以你跟妈妈说已经那边开好房间了，在后面，因为住在这里需要花费。